以前往生的人数、往生的瑞相是这样排列的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反过来了啊！念佛往生最有成就、瑞相稀有的第一个在家女众，人数最多，瑞相稀有啊。第二个是在家男众，第三个是出家女众，最后的是出家男众，整个颠倒了啊！这事实真相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但是无论修哪个法门，啊，我们念佛往生最低限度，《弟子规》圆满落实。为什么呢？《弟子规》你都落实了，就是经上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你就取得这个身份了。《弟子规》不能落实，你不是善男子，不是善女人啊！阿弥陀佛想来接你啊！西方极乐世界大众不同意，拒绝你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吗？啊，所以他们拒绝你就没办法了。佛慈悲也无可奈何啊，这个不可以不知道的啊。底下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听经之后已知啊，改名是错误的，是不孝的，可是自己已经改了许多年，如果换回本来名字，手术非常麻烦，但又有人说必须要改，否则地府的生死簿上对不上啊，是说佛号都无法送到啊，我今生必求往生，不求多福，应该怎么办做好？那你就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好了，是吧？这个地府里头与你不相干了。这个很好啊，所以是已经改了很多年了，就不必再改回来了啊。现在改名字是很麻烦，这个全世界都重视户籍啊，所以你改的时候并不知道啊，知道的时候已经做错了啊，那么你就是记住你父母给你的名字啊就好。下面第23个问题，这植物啊也有生命，为何不在六道轮回之中呢？植物在六道轮回里头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啊，还是在六道轮回之中啊！啊，你看看最明显的树神。花神、草木神，连小草都有神啊！他那个神是什么？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乎树木花草有神的，是人的灵性呢附在他身上啊！他没有去到别的地方投胎，他以植物，依靠植物他也能够存在，但是没有离开六道啊，是属于六道里面归于神这一道啊。常慧法师的故事也有一些人知道，但不知道的人也很多啊。他是被北朝鲜的山神啊，把他用个旋风啊把他带走啊，结果带到边界，中国护法神不准许，不准他出境啊，所以这就从天上掉下来啊，掉下来地下是一堆沙滩沙堆，所以他也没受伤啊，只是衣服鞋子里面充满了沙就是了。那这个事情真的一点不假啊，大概总是两三个小时被风吹了1000多里啊，山神啊，300多个山神想念佛啊，在中国找一个出家人
做师父来带领他们，就找到了他，找了半年，找到这个比丘尼。啊，以后这善神出现了八个，啊，他就问他，他们承认这个事情是他搞的，他原来不晓得，怎么会莫名其妙，这一阵风把他吹这么远，吹走了。啊，他们就说是北朝鲜的山神代表，啊，来请他的，啊，他们还请了天神帮忙，结果中国护法神那一关通不过，啊，所以放下来。那么这八个代表也不好意思回去了，所以就当他的护法，跟他念佛。现在这八个山神往生了。你看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他问这山神，你们当山神多少年了？3000多年了。他说，30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在世间，你们为什么不学佛？他那时候不知道，现在才晓得。啊，就是天上也不怎么好，还是极乐世界好。所以这一心一意啊，要求生净土。这透给我们的讯息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！所以你就晓得，这个树木花草都有灵，是灵附在他身上啊。但是这是一桩事情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从佛法当中，所有一切植物，不但植物，连矿物，都有灵性。为什么？它的体是法性，法性啊有见闻觉知，法性有色声香味啊。所以日本江本胜博士用水实验证明水有见闻觉知，他会看，他会听，他懂得人的意思。矿物啊，我告诉江本博士说，不单是水，泥沙啊，石头，乃至于我们这家里的用具桌椅板凳，只要是物质统统都有啊。为什么呢？物质的体是法性，法性本来具足见闻觉知色声香味，这个是永恒不变，不生不灭啊。所以你好好实验，将来统统会发现啊。所以整个宇宙啊是有机体啊，不是死的啊，它是活的，整个宇宙是活的啊，跟我们是一体啊。你学佛慢慢你就会明白了啊，华严经就是告诉我们这桩事情，整个大宇宙跟我是一，不是二啊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，我是专业军人，从事武器研究制造，而且工作环境存在浪费甚至于贪污国家财产的现象。我自己虽然很想脱离这种身份与工作，但暂时很困难，请问怎么办？念佛，三宝加持你就很容易了，哎，你就会心想事成了啊。诚心诚意念佛啊，希望佛菩萨给你一个正当的职业，不要造这些罪业啊。底下一个问题，所谓明心见性呢，它的境界应以超越阿罗汉，具足某些神通，但在坛经中，慧能大师会下成就之人，为何还需要老师印证？这个印证呢，是教学的一种规矩。如果没有印证，每个人都可以说我已经大彻大悟了，我已经成佛了，就会把整个佛法了混淆不清。那为什么呢？妖魔鬼怪都进来了，这个时候人就无所适从，到底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，你就不知道了。所以这四成的